歌唱完之后，你买不买？请举牌。兄弟，你说，哎，我丢嘞，全丢。刚开始是不少人劝我，对，因为身边的很多人知道说我要。想要出歌，然后打给他们，他们都直接不接电话。后面听到说哦，钱我自己出，他说哦，才知道啊，假就。他有没有就讲你要出唱片哦？嗯，麦港工男朋友呢？断绝朋友关系。你觉得你是因为有才华还是有钱出唱片？我觉得应该是长相。长相出唱片，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像小鲜肉类型的去出歌，应该会比较有人听。是谁跟你讲的这个小鲜肉？我在开玩笑，你看不出来。我们都知道啊。对，这是一个比较粗鲁的一个玩笑。没有考虑我们大家的感受啦。没有说蝙蝠，但是直接的证明他是一个喝到丁的人，可以开杠啊那啦。上的时间，茫茫的夕阳下，有国语的呢。终于说出心底的话，一回首经历了这些年，我从不后悔认识你，是否还能叫你一声兄弟？假如你累了，转身回。我一下就知道这个味道就是大壮那种味道，对，但他台湾版的兄弟，你说走情路走江湖，对不对？是都有都有我，对，就唱嘛。生命当中这个能够相遇就是一种缘分，没错。嘉颖呢？嘉颖，我买，你买，对，一定，因为那个之前草爷有请我吃饭，啊，请我吃饭，请你吃饭，太老实了。对对对，想说哦。那时候请我吃饭还没有机会可以还他，所以就在这边用这个 OK， 就是这次来还还债啦。那我换不买，他没有请我吃饭，来全部都换不买，他要请你们吃饭。到底这首歌唱完之后，你买不买？请举牌，兄弟，你说，哎，我丢嘞，全丢嘞，全中嘞，全中，全中。